碰见阿绿的。唰。怎么还不来呢？再不来我走了。奶奶奶奶，坏菜了，怎么碰见他了呢？这馅翻了。干嘛呢，兄弟？等对象呢。哎呀，这不小心吗？你怎么在这儿了呢？我在玩一个能提升幸福感的小游戏。是吗？嘛游戏？食人族酋长勇闯 CBD。那是够幸福的。一起玩吧，我演酋长，你演粮食，正好你是熟人，都不用起火。小心啊，老师在学校里教你的嘛来着？小皮友，别老想着吃肉，要荤素搭配，那样身体才能健康。不是有素人吗？我求你了，你快说你是陪你妈妈来买菜的，行吗？我你们、行了，学不会别勉强，不想过神了是吗？绿呀、你在车站门口站那么半天，该不会是？哈哈，老师可不是在等对象呢，老师呀在等一个普通先生王朋友。你是来卖盘的吧？老师一无好青年值得当卖那个吗？可是贷款草原的盘很火呀。原来说的是贷款草原啊。贷款草原在东京不太凉快，剧场版是 9D Max Plus+R2。不用，这都嘛玩意儿？这是小心啊，你答应老师赶紧去找你妈妈好吗？讲述的是贷款草原在东京无所畏惧，行侠仗义，到处做好事，简直就是绝了门了。一会儿啊，老师要会见一个。然后呢？哎呀，老师给你200元，你告诉告老师，这气口你怎么逮得那么准，行吗？那你听我讲完贷款草原的故事，讲完我就走。太好了，你讲。贷款草原，3条6臂，72平匪。你给我滚蛋吧，我走。